the only place we've left to go to. Try anything once, I will perform for you. I've done all this before, sometimes I... 一开始是朋友介绍的，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可爱啊，很开朗，很爱笑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子。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蛮腼腆，然后蛮阳光的。我先告白的，就是有一次庆祝他生日之后，那我跟他告白之后，我们就在一起了，这样子。对啊，还记得？对啊，还记得。就是他先告白的，然后聊天培养感情，用 MSN。对，他在 MSN 上告白。现场告白。那您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有？就是小鹿乱撞了一下。In life, I will wear you, worship the ground I walk on, even if there's nothing there. You will let me follow you down, all in the name of feeling something you was loving then. 求婚。第一次被我打枪，因为他在我生日的时候求婚。第二次的时候，他带我去坐那个摩天轮，去美丽华坐摩天轮，然后就在就是车子里面有讲一些蛮感人的话这样子，然后有正式求婚。期许的话，我只要他永远开心就好，然后都不要变这样子，这样就 OK 了。对我好一点，不要太凶，照顾我跟照顾整个家庭就可以了。